老八，你想怎么样？怎么样？蛇骨头不行，老大为我做定，兄弟们喜欢的就跟着我，不愿意的就离开。但是这个一定要交给我。你什么东西啊？你想怎么样？阿成，坐下。老八，就算我肯退出，有几个人肯承认你是老大呢？拿不了谈了。老八，你。王八蛋，我早就料到这个家伙会有花招的，还好我够机灵。阿华，别怕，现在他们形势有利，我们先避一避。他妈的，阴报还阴报，我要不劈了喇叭，我就不是你宝叔。 卢彪啊，我是大宝啊！好，你马上出来，告诉他我要找喇叭。好，小队友通知我啊。喂，帮忙帮忙，谢谢啊。再见。对了，三姐啊，厨房的冰箱叫人来修一修吧。啊。还有墙壁呢，也应该重新粉刷一下。 You should do it.